哎，大家好，看一第二轮。今天我要做我全部里面最紧张的 video，就是啊，我要 test 那个警报器。那我说我是先呢，开了那个警报器过后啊，开这个门跑出去。他开这个门只是要等下才响啊。哎，现在我心一直在跳啊，那我就站在外面先，安全第一，耳机，开一个歌先，恐慌那个门全部关到完了，开，有一点紧张啊这个 video。好了，现在我开歌了，那警报器已经开好了。我天，真的很紧张啊！我还是要挑战。上次我开那个九关啊，还是 OK 了。现在这个挑战啊，弄到我很紧张。唉，不管了，我现在。一、二、三，跑！哇，外面下着雨啊！那淋到我的相机。哇，天，下着大雨啊！那等下先。哦，好凉，开大声一点。啊，这样子，我关心。今天的挑战，哦，shoot，今天的挑战到此为止，thank you 你们收看，要给多一点 like，这个挑战比较高级，thank you 啊。